今天放点盐，套路一下媳妇。解说吧。嗯，原来就这么咸的，这他妈别吸了，你打点糖，哎呀，太咸了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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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行了，我口重，那我你也别吃，这太咸了。没事，我口重，那么白盐，别吃，你嗓子也别吃啊。能行吗？没事，我口重。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看着挺好喝，我也来一口。这家伙辣毛病啥时候能改掉？感觉那里有点不对劲，这么咸的肉他再一块接着一块吃呢、啊、完了，被发现了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。哎呦你们报公好久没吃芥末了，今天给他放电，再把他的可乐喝掉，换成酱油，放点胡椒粉，真是太完美了。老婆，吃饭了。故意让他看见。吃饭了，你想套我是不是？你个拉杆，我看见了，给你吃吧，拿给你吃。今天被你发现了。
大伙又做了这么多好吃的馋乐。别笑，别动啊！宝子看着不错，尝一口。啊，真香啊！当你愣真，给你假电撩。周夜不能方国，躲假祭篇。不会做饭的老范只能啃馒头吃。不用得意，那有肉夹馍吃。孙哥喜欢正他，是他一身臭毛病不干，今天再给他来点芥末包子，就不信他不唱畸形。注入灵魂。小哥吃饭了。来来，哎呀，先吃包子。哎呀，还有肠呢。嗯，都给我下套，幸亏被我发现。看他喝的还挺香，我也想尝一尝。行，给我喝点儿，东南。这是女人喝的，你要喝？拿来吧，咱俩装女人喝，男的不能喝吗？嗯，不好喝。啊，媳妇，打个赌啊，这耳羹真好喝啊。那当然了，我们家这款牛耳羹，它里面可是有红苕、有银耳、有枸杞，而且这里面的坚果很多。这里面还给大家加了胶原蛋白粉，加了阿胶粉，开水冲泡即可，胶质满满，淡淡的甜味刚刚好，喝上一碗基本就饱了，营养也足够。所以建议姐妹们每天不管再忙，咱也要喝上一碗。哎呦，你别喝了，你都给我喝没了。小心点。包子没肉吃，它盘子里面还挺多。哎呦我的妈！